就是今年的金門基督教會研 J team 的教練，但我很佩服他們的，是因為他們都費了很多心機、很多時間來、很多精神 來為到我們今次的、CCU 來練習啦，看到他們的付出 都對於我來說都很大鼓勵的。OK， 好啊，好興奮啊！今年再一次可以參加 CCU 籃球啦。每一年咧都打籃球，透過籃球咧都學到多嘢啦，例如可以同隊友點樣合作啊，團隊精神啊，因為籃球係一個團體運動嚟嘅，咁所以就真係學好係一個好嘅機會啊！學識點樣同其他人合作咯。今次是第一次參加 CCU 啦，因為點解會參加 CCU 呢，就是因為我想今年都可以在呢個比賽中學到啲嘢。我哋今年的訓練係我覺得會係好辛苦啦，同埋同打正常比賽嘅係唔同好多。今年最希望嘅就係可以攞到 CCU 冠軍。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 CCU 啦，希望今年可以學到更多嘅有關籃球嘅嘢啦。同埋學到點樣同teamwork 最緊要就係、我哋嘅期望就係只有得一個啫，攞冠軍，為金門教會攞第一個嘅 championship。咁我都見到神喺佢哋嘅都俾到佢哋嘅恩賜啊，同埋恩典喺籃球上，喺籃球方面啦。咁我都希望喺今年嘅 CCU 裏邊都可以俾到佢哋一齊嘅嚟學習，同埋一齊點樣學習咗一個嘅喺籃球上面或者喺球場上面都可以一個好有見證嘅。我係第一次嚟參加 CCU 啦，我哋今年係以燕 J 嘅名義去參加 CCU。燕 J 嘅意思就係 Enjoy the Basketball， 同埋另一個意思就係 In Jesus。我哋平時都有訓練，同早上八點到一點兩點，同埋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哋燕 J。咁咧，我哋就有一大班嘅朋友啊、靚仔啊、係咯兄弟啊，咁啊好中意打籃球嘅。咁今晚咧，我哋又知道有呢個比賽喎，咁咧我哋就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啦，就係攞呢個 CCU 嘅冠軍。我覺得呢個訓練我接受唔到咯，因為佢好辛苦。不過為咗今次嘅 CCU， 再困難嘅訓練，我哋都係唔會怕嘅。CCU 是給機會我們的團體整個團契是可以一起去達成一件事。我們今年 CCU 是我們一個訓練最多的一屆，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今年呢，我們會升高一個級數的，就是打 Super， 即是 B 組，希望大家都能夠為我們祈禱啦。如果可以的話，大家都可以來看我們的比賽啦。希望我哋能夠得到你嘅支持，我哋會更加嘅努力。多謝你哋。